掌声有请李明，有请李明。欢迎李明。女儿说好。女儿多大？女儿今年4岁了。你是一个好爸爸。你的工作是塔吊的工人是吗？对，在工地上开那个塔吊，就是我们经常看特高的那个。对对对。它能那是有多高啊？一般情况下都是30多层、20多层，100米左右。100多米。100多米。特别高。那我想问，就是这个你从地面上要去你的操作室，是要坐电梯上去还是怎样？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爬上去的。爬？自己爬上去？对，然后从下面爬到上面大概7-8分钟，然后还能休息1次到2次，这值的，笔直笔直那种。你不恐高吗？我刚开始学的时候肯定恐高，然后就是爬到一半的时候感觉腿发抖，特别软，然后就是不敢上去，没办法，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好，想想老婆孩子，我咬着牙，我一直不往下看，我就爬上去了。我觉得美国有蜘蛛侠，他是塔吊侠，你这很厉害哦。女儿今天在现场吗？没有，我爸妈也在建筑工地上班，就叫老婆孩子在家看家。你有给他说你参加这个节目吗？啊，我女儿特别希望在电视上看到我。来来来来来，导演，把镜头推得再近点，再近点，就像平时女儿看爸爸那样那么近，对女儿说，宝贝儿，爸爸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给你跳舞，让你在电视上能看到我。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虽然你的女儿还小，但我相信你的话，她一定听得懂，她一定会以你为荣，以你为骄傲，然后再大声教女儿学会那句话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来，李明，登上你的黄金舞台。李明的身上有一种朴素的力量。但是这种朴素的力量让人震撼，100秒足够了，计时开始。很累，是的，超负荷运动。他除了有汗水，眼睛里还有泪水。好样的，激动。谢谢老师，这是给你准备的第一关的礼物，祝福。谢谢老师。对女儿说什么？宝贝，爸爸今天站在这儿给你跳舞，
你一定要健康快乐的成长，爸爸永远爱你。加油，李明！加油！加油！